大家好，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示范如何修复 TikTok 搜索栏不显示视频的问题。如果你的 TikTok 搜索的时候视频不显示，那该如何解决它？接下来请跟着我视频来操作。首先，我们点开我们的应用程序 APP，检查一下你的 TikTok 有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。 如果已经更新过，那直接打开；如果没有更新，请你及时更新它。更新完，我们打开，打开之后，然后我们搜索，我们点我们右上角的。比如我要搜索视频，点开首页，点开首页，我们搜索，按一下搜索栏。如果搜索这里，比如我搜索足球，如果它没有显示的话， 我的是显示，如果你没有显示你搜的内容，那该如何操作？接下来请跟着我视频来操作。首先，我们点开我们我们的右下角，然后点开我们右上角的三条杠，设置与隐私，点开，然后我们一直往下滑，找到反馈与帮助。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，这里有没有？先点开我们的搜索推荐、搜索分享，看看这里有没有搜索。我们点开，然后这里无法找到特定用户内容，然后这里点开。 点开这里，它这里提醒你，尝试一下执行以下的步骤：一、WiFi；第二，清除应用程序缓内存；重启设备；确保运行最新版本，有没有更新过？人不起作用，那我们该怎么解决？那我们点开您的问题解决了吗？我们这里没有解决。 那我们就返回，我们点开其他，需要更多的帮助，点开，然后把内容写在这里，我们写把它写上去，然后提交。提交的话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反馈。昨天我提交的，今天就已经反馈给我。 然后你在写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你的 TikTok 账号用户名写上，这样他才能清楚的帮助到你。一定要写上自己的用户名和 TikTok 号。视频到这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，请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谢谢。